이건 쌤은 계속만큼의 한국 Okay. One, two, one more from here. That's good. Okay. Good. Thank you. That's good. 好，先简单介绍自己吗？哦，我是加拿大大统华超级市场的董事。也是统一加拿大集团的总裁啦，另外一个公司是六虎食品公司，也是担任总裁。对，回顾历史是1978年，来到加拿大，30年前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超市的事业了？超市的事业我们在1993年开创第一家，所以几乎是每一年成长到现在目前为止16家，不过到今年年底一定会有第18家产生了，就是在 Ottawa， 在加拿大首都的渥太华会第18家店开始。对，在加拿大哪个城市有多？我们在大温哥华地区有8家、哦、在那个卡加利跟 Edmonton 呢，各有2家、哦、那么大多伦多地区呢，现在有5家了、哦、那第6家在开展中，所以以后应该也会积极在安大略省。发展是93年，1993年我们开创第一家了啊，对了，每一年一家，每一年一家这样子的，有的时候每一年开2家这样。I appreciate this gentleman's question. Because of, although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the store,